我这个先要给我们海军的官兵哦鼓鼓掌，够勇敢。可是个勇敢的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海军这么有底气？大家可能不知道，同仁舰跟田丹舰，老共的同仁舰级别有差，1500吨，我们的田丹舰4000吨。对，所以你看，他当然要跑啊，是是是，他当然要跑，所以我才说哈，有的时候海军捍卫海疆。我们在作战的时候，可能是用不对称以小博大，可是，在这种所谓的捍卫海疆巡弋的时候，真的不是以小博大，因为我不会开火嘛，我只唬也要唬住你嘛，那可是你就是1500吨，我4000吨啊，所以当时我们田丹军舰是用一个女生，那个对方同仁舰是男生，他说，哎，我就在这个海域，你不要妨碍我，请你这个保持安全，我们是用女生说。说如果你再不离开，我必须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那他想什么积极的手段？他说我立刻转我的船舵，改成135度。他本来都是动三五在，都是平行的。平行。我一下，因为我们开得快嘛，他开得慢，一下子我们转了135度，变这样子哎。就挡在你前面。对对对，就这样前进哎。你如果这样，我就撞击了。那我大你小，一撞你一定沉嘛。你一定沉的。所以说，马上的田丹舰就说好，我放慢速度让你先过。那你先过我一个循环回来就到你尾巴啦，所以他就跑了嘛，就跑掉。这是一个标准的驱离作为，可驱离作为的表示我的船大，你的船小，那可以，那可以。那你想看，如果他明天来了个8000吨的人，那不就危险了？所以我才说哈，海军舰儿这次很勇敢，因为你大他小。可是下次如果换成他大你小的时候，大家想想看，这种状况会不会出现？我认为会。他这次派了一个1500吨的，哈，你吃我吗？你认为老共是吃素的吗？他一定回去跟他长官讲，你派这么小一艘，下次派个8000吨的来跟他拼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哈必须要正视的一件事，就是老共一而再再而三这样过来，那怎么办？光凭中华民国海军，我觉得是拦不住了。我说真的，他如果派个2艘万吨级来，我们怎么拦？真的开火吗？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赖清德会讲，他在这个就讲说，我们跟台日之间呢应该要有军事对话。我觉得这是关联的，这是关联的。光凭台湾一己之力，没有跟日本、跟菲律宾、跟这些人绑在一起，我们扛不住，因为它太大了嘛。那可是如果今天有另外第三国的军舰在里面，那就不一样，复杂喽。你来撞我，你，第一个旁边有友军在，我们有对话机，是所谓的对话，高层战略叫对话。我们这种基层的这种战术以下叫什么？叫通信联络。就是我们要建立通信联络的法则。否则我们两个船之间，你是日本的船，我们是中华民国的船，我们俩之间不能通联啊。我们不能通联，甚至我们还互相驱离，那怎么办？那面对到中国这种流氓的方式，你怎么办？你不能老是碰运气嘛，就是我田丹舰比你大，我就把你吓跑了，下次怎么办？所以说必须要建立通联机制，跟这种所谓的这个叫做非盟军以外的协调方式，我们叫做维护区域海疆的和平，那都是共同开发嘛。那你中国的解放军的船到这边，那摆明的就是影响区域的和平安全。在这个争议的海域，我们共同来维护海上的和平，这是对的。否则一而再再而三，邱国正说过，今天到24，你不管他，他明天就到12。啊，当然，然后越来越近。那我们在垦丁，在这个基隆外海垂钓，那船就这样开进来了，那还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海军这次勇敢，但是我觉得未来真的是必须要跟盟友要建立一套非盟军式的联络方式。这样才可以把我们的力量增大，才可以巩固我们海域的安全。